大刀加个刷新被动，那不可能，那加强太大了，兄弟。大刀加被动化，那加强太大了，不可能的。剑刀等腿，好吧，我还以为我已经见惯了蠢事。目标已消除。这是网通区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卡呀？我操，好像真是网通的，这把牛一下。好，这是网通的，我没开加速器，嘎嘎卡。对 ，W 刮他，然后往前贴，直接插眼 ，A Q 粘住 ，A 再接 Q， 直接拉开。我们 Q 加的移速加非常多，他追不上。大刀加破盾，我觉得破盾这个机制不好，我觉得破盾这个机制应该删了。破盾这个机制是因为当时那个香炉流派特别热门的时候才出的破盾机制，但是现在香炉流派都废了，我不知道那个破盾机制为什么保留下来的，我就挺不理解的。这波应该可以秒他了，兄弟们，这波越直接越吧。这波我教你们怎么越他，兄弟们，我们直接先嗑药，尽量让我们的血多一点，然后直接走过去 ，W 减速，然后 AQ 一挂墙，等他交闪。他不交闪，直接 AQ 挂点火，他就死了。磕饼干死不掉，哦，还死了吗？但没事，一换一也可以的。谎言不会伤人，一换一也可以接受吧？他不交闪，那行吧，也不亏，赚的。我们可以省一个 TP， 挺痛的。转兵线嘛，转兵线转等级，哎，感觉还是有点漏的，没那么容易秒，要再多消耗他一波就比较好越了，但他也没关系。控制李潇 ，AQ 接 W， 不踹二段 Q， 等级比他低一级啊，踹二段 Q 的话感觉有点亏。他如果这样，就是他这种拉到我们想等把 W 把我们拽回去三顿 Q， 我们就可以控制李潇。这个算是一个高端技巧呗，但我觉得大门可以稍微练一下，其实也不是很难。这里往前压，等他二顿 Q 交完，一技能再往下刮，撞一下他往下拉，好吧，拉不了。AQ 走，还行。这波换血虽然有点亏，但是核心是赚的。因为两个人血量都低，又主动权在我们这里，知道吧？不过要记住，他比我们多一个闪，我们先 W 刮啊，这就杀了。我操，这就杀了！自满。这就杀了。耀光吧，我肯定没带致命一击啊，不灭之握。结果意味着一切，我以为我还要跟他操作一下，他可能会交闪躲我的 E 啊，躲我的 W 啊什么之类的。二顿 Q 先一拉，先出他 W 范围，这里回身再压，然后短 E 直接拉开，不吃他三顿 Q， 没问题。先不打，压一压他。等一下技能 CD 哈，而且我们这里马上升六，升六的话是有一波操作机会的。他刚刚一交了，对不对？直接冲进去踹他，还是一样的，先出去。他有时候操作真的让我感觉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感觉没有脑子，感觉我没有脑子。他的操作我有点看不懂，虽然我看不懂啊，但我大受震撼啊！这打什么段位嘛？这个是网一的网通一区的翡翠吧？网一的翡翠吧，他直接开大了嘛，没事。
先挂点火 AQ 接 W， 完蛋，拿枪来的，那没办法。粗鲁无礼，必须被根绝。今天遇到个辅助清盖，第一件出不假鞋，我之前也遇到了。辅助清盖第一件出鞋子可以的，因为我之前我就试过第一件出鞋子，挺好用的。人人有自己的位置，忘乎所以就危险。世界既不黑也不白，而是一道阴影。这皮肤感觉，模型说出来不是很好看。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我操！我不会被他单杀了吧？坏了！哎，他为啥不追我了呀？他为啥不追我了呀？那我们可以把他杀了。差点钱，我们直接把这波线推了呗。剑魔还是有点猛啊，说实话，他那么硬追我，我感觉我可能会死。虽然我感觉他有点追不上，我也感觉他刚刚好像能杀我，能不能杀呀？别杀我哥，别杀！差钱呀，这波必须得贪的。主要没蓝了，好缺蓝哦。主要这波必须得贪，我们就差一点点前三项了。没关系啊，技术服务于进化而非控制。不想卖剑，卖剑好亏，多兰剑卖的太亏了。回合制，上路这个游戏真的就是回合制，上路这条线还真就是回合制的，因为经常会出现那种什么清线清不掉，然后被对面赶过来搜掉，你们懂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上路就是这样的。牛白老师发现上单情感的真谛了吗？还好吧。主包这把可以 C 吗？应该可以吧，我觉得是可以的。哎，一般来说，大佬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会加一句主包这把 C 了上剑什么的吧？怎么现在都不加了呢，家人？拉扯，
单杀，暴逆单杀，他们记得会不会有那种什么全是你的回合的事情？会啊，要不是还没发工资，肯定给主播上剑的。可以，这样多给自己留点小存款吧，最好给自己留一点点小存款，然后有一点点小富裕的时候，你再上这个剑的。我是比较推荐大我们稍微留一点点存款的，也不用太多。踢的防御塔呀，不是没有神话版本的自信，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不是没有神话版本的自信，而是我这叫什么呢？这叫谦虚，我们需要谦虚点，因为这个游戏确实没你想那么简单。我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吧，但话不能说太满，懂吧？话不能说太满。我操！是刮到的。来发现问题，然后一举扫除。你信不信我这一套可以把它一套可以把它拿下？你们信不信，兄弟们？看我的！只要大刀躲他三顿 Q， 他就是必死的。我们一套伤已经够了，他就算焚天 A 一下回再多血也没用。你好，真是巧呀，家人。哎，多少有点浪的。哎，玩嗨了，浪起来了。膨胀了，没有关系，这波是节目效果。现在开始，我要认真操作，好吧，两针套了，不该上的，不该上的。他们剑魔也来了，我这波就算把他杀了，我也是要被剑魔打死的，有点多少有点放飞自我了，家人，家人们多少有点放飞自我了呀。而是你使用他的方式。支援一下，你好，还就那个男枪杀手。有一说一啊，清干这种超远距离追人还挺帅的，就很喜欢，就超远距离从这个位置直接刷这里，然后刷这里，还挺喜欢的。死！咳血，咳血一下回280，先蓄力一下。W E A Q 完 ，W 没刮到，而且杰拉，被杰拉偷袭了，杰拉还藏在后面啊，这杰拉。杰拉还藏在后面的，
这边真阵容的话，我想一下要不要出水银鞋呢，应该不用，我们直接 CD 鞋就好了，对吧？CD 鞋，然后再出这个，可以。在你离开以后，两只留下缺口，不敢回首。You know。这个应该是翡翠吧。这不傲慢，哪里傲慢 ？CD 鞋是很常见的，心肝很常见的。心肝很适合出这个鞋子，知道吧？直接踢这个最后面这个，踢最后面这个的话，他们看不到，他们不知道我在这。蹲一下，哎，算了，不蹲了，直接上吧。他们来几个杀几个。被重伤了，完了，我走不掉，哎，看穿了。Your Twitter has been destroyed. 好吧，可以走。哎呦，完了！哎，完了！啊，血手，血手！啊，差一秒 CD。哈哈，卡牌也回来了。卡牌也回来了，好浪啊，我靠，怎么玩着玩着又浪起来了？谁呀、啊、谁害我在天天开浪呀？还差点钱，哎呦，差点钱。沉船者，王者的板甲，王者的板甲感觉有点呆呀、啊、刚听哦，花园绿和碎飘过，生存风雨泪最干，无惧无踪恨意嘛，感觉没啥用啊。感谢时赠送的一个爱心抱枕，感谢时光天泉的两个，感谢时光天泉的一个心动盲盒啊，感谢老板，这是汪天泉的心动盲盒。你好，
上当。想逃啊哦我操哇卡牌闪现甩完一张牌再大招传过来再甩一张牌哇他好帅呀、啊、他这个连招 combo 有点帅呀、啊、你别说这卡牌的连招 combo 有点帅主要还是那个前面的假设没做出来，做出来的话就好了，做出来的话我们的坦度就无敌了，做出来的话感觉打五个都没问题。悔恨会磨平我们灵魂中的蓝。啊，形容刀太贵了，感觉没格子。最后一件再出吧，我觉得血手和双抗比较重要点。甚至我最后一件，我可能会出焚天。就这样子，虽然我们二段 Q 伤害不高了，但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坦度和容错率非常的高。我感觉我这波可以打我这波可以打五个，兄弟们，信不信？我觉得我这波可以打五个。明天的话只能平 A 暴击，好结束了，队友好像要打完了。我简直就是把别人 A 死的，你知道吗？